三中区护理里长刘佩华连任四届里长，为里民提供上大心的服务。不管是代办健保卡，或者是发放金脑金，里长拢唔惊麻烦，尽量为里民加做一挂。健保卡无去啊，这位小姐唔是直接去健保局，是先去找里长，因为这嘛是三中护理里长刘佩华的服务项目之一。你等一下留资料给我，把你的电话给我，还有一张相片、身份证正本。200块，我明天马上去健保局帮你办，他马上好，办好之后打电话给你，拿去你家给你。连续四届里长刘佩华服务上大心，不管是代办健保卡，或者是发放敬老金，伊拢甘愿家己辛苦，嘛要为里民加做一挂。第一次当选里长到现在14年了，我每一年都是拿到他们家里去给他，因为老人家既然是敬老。你就是要拿到家里去给他，不要再让他们哦急急忙忙的拿着身份证印章跑到里长办公室来哦，我要领重阳敬老金还要排队，那等一下健保卡那个身份证不见了哦，那我就过意不去了。刘佩华里长的用心，里面嘛拢感受会到，嘛予伊正面的肯定。咱这里长做也安怎？哦，里长足好个，足顾足顾这老人个。拢那像重阳节钱拢摕啊，阮家拢无爱互阮出，唔敢互阮出去外口行，惊阮危险。啊，创啥拢互服务按卡电话甲阮关心，足好个。嘿，这敢那外年了嘞，足好个，足好个。有诶，别日要来过办，但伊嘛是照办，伊也无分讲啊，即日也甲即日安尼啦，安尼啦。啊，加算讲服务热心哦，所以一寡迄落历来大家拢真听你安尼啦。服务态度亲切佮认真，刘佩华里长用女性的温暖，让福利里的里面拢有好福利。记者彭敬凯、李碧辉，三重采访报道。